犹太父的儿子今天好像进宫了。犹太父的儿子，那岂不是皇上主意的驸马？是啊是啊，本公主倒要看看他是何等人物，竟敢做我的驸马。我不想嫁人。喂，你你是何人？赵相原来他不是鲁智深，我还以为他是那个妄想做驸马的人，身手不错嘛。啊！就自己真是对不起他们。那傻丫头，觉得他呆呆傻傻的，挺可爱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？我喜欢你。真的吗？喜悦我吧。灵王私窃兵符，意图谋逆，全家的性命都丧于他手。这些都是拜他所赐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你知道我多担心你。赶紧走。你当风铃响起的时候，就是你思念的人回来看你了。现在我把它送给你。如果得你，就是你，你又如何？昨天晚上你走了之后，我就后悔了。笨蛋，这时候该毕业了。爷，先喝碗茶药汤，醒醒盹儿。把外衣脱了，我帮你上轿。咱们俩都是夫妻了，你还学个什么劲儿？我要恭喜这位公子了。没有啊，一定是你听错了。那这可怎么办？你要去哪儿？